好，那我们接下来是我们台南凤凰佛轮社，我们的凤凰佛轮社，我们的萧社长跟我们的社友们来一起上舞台，跟我们的蔡院长来做个合影。好，谢谢我们凤凰佛轮社，接下来我们邀请义载佛轮社，那我们请大家稍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会进行一个大合照哦，我们等一下再进行一个大合照哦，所以请大家稍等一下哦，等一下我们要一个大合照哦，我们现在邀请的是我们台南义载佛轮社我们的张信华张社长，那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的义载佛轮社我们的张社长哈，刚刚院长讲了，这么年轻就当社长了哈，非常谢谢你辛苦了。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台南大圆佛轮社我们的陈社长跟我们的社友们一起上舞台。那我们这边提醒大家哈，先行留步哦，我们等一下再进行一个大合照。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台南大圆佛轮社以及我们的助理总监哈，这一次做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领头羊，来号召我们各个友好的佛轮社的社长跟社友们，我们一起来投入我们的社区关怀。再次谢谢我们台南大圆佛轮社我们的陈社长以及我们的助理总监，再次谢谢你们。好，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我们台南安平佛轮社我们的邵辉淑社长以及我们的社友们，我们一起上舞台。好，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台南安平佛轮社我们的邵社长率领着我们的社员一样投身我们的社区关怀，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邀请中国广东宗教文化研究推广学会我们的陈次长以及我们的会员们，我们一起一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好，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台南梦时代佛轮社，我们一起上舞台，我们的蔡耀辉，我们的社长抗力跟我们的社友们，大家的道具都非常的多哈，还有扇子的道具哦。好，来，我们邀请我们台南我们的梦时代佛轮社我们的蔡社长以及我们的社友们，谢谢你们，让一起来为公益来发声来努力，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我们在场所有的社长跟社友们，我们一起上舞台，我们进行一个大合照的部分。好，也可以，也可以哈。来，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